小朋友應該喜歡吃，是的，你先排好漂亮，先拍照先。我沒有養他的媽媽，他的媽媽在另外一家人那裡。我現在接了我阿哥他們的家之後，就來了巴黎西站附近這個麵包店。這個麵包店是2022年和今年2024年評為牛油，即是最 classic 的牛角包，全世界還是全法國第一名。它是真的很鬆脆，即你看到它裡面有很多汁，但也是很粒的，全部都是牛油水。要不要？你說什麼？這個是相機，你可以過來看看，你過來，你走過來這裡。這個是姑姐的相機。為什麼你會說話？因為我要錄下，要錄下我每一天在做什麼，因為姑姐是這樣賺錢的。Egyptian style Hotel de Beauharnais is one of the. 我哋而家食完麵包之後咧，就喺巴黎嘅第一個行程，就喺呢個遊船河。呢個遊船河叫做乜嘢？票價唔記得啦，但係好 affordable， 好似係十幾蚊、14蚊左右一個成人咁樣。而家趕係今日行呢個遊船河咧，因為遊船河去到17號，即係今日就係最後一日啦。聽日開始就唔 run 啦，因為就要刪咗去留翻塞納河，俾佢去準備巴黎奧運嘅開幕禮。佢係咁用。普通話喺後邊介紹，搞到我好分心咁樣。但係呢一個遊船河咧，係我每一次有人過嚟巴黎玩，我都會推薦，因為我覺得佢咁樣遊一轉過嚟，差唔多都成50分鐘。然後如果你揀嘅時間好嘅話，你係可以喺船上面睇到日落。50分鐘嘅遊船河10幾蚊，我覺得係非常值高嘅。奧運會嘅觀眾席全部都已經係好曬。Hello。今日唔緊要，呢個你中唔中意啊？我中意。好啊，你中意就好啦。蜜蜂啊！我中意呢個。你中意呢個咁就好啦，咁我真係買啱啦。咪，我仲有一個任務俾你。咩？但係我唔知你可唔可以完成呢個任務，你覺得你可唔可以？你覺得你可以？呢個咧係一部相機，我送呢部相機俾你，然後你喺巴黎呢幾日咧，你見到啲咩靚嘅嘢啊、人啊、迪士尼入邊靚嘅公仔啊，跟住你就幫我影咯 ，O 唔 OK 啊？你做唔做得到啊？真係咁犀利？我真係呢個。咁呢個你真係可以？真係？你會影啲咩啊？影人、影爹哋媽咪定係影迪士尼啲公仔啊？迪士尼個公仔。迪士尼公仔。你教你食機械人。我幫你研究一下點樣用，我再話俾你聽好唔好？因為我都唔知點樣用。
Hello。我買咗部玩具相機俾佢。唔係啊，好平嘅啫。跟住真係喺菲林上。今日真係太熱啦！今日應該係今年以嚟巴黎最熱嘅一日，有最高温度12度。嗱，因為我哋一行五人咧，其實呢幾日出行都比較唔方便嘅，因為 Uber 我哋要 call van 啦 ，van 嘅價錢係一般 Uber 嘅兩倍，所以每次搭 Uber 都有啲心痛。但係即係有兩個小朋友要搭公共交通工具又唔方便，所以今朝咧嗰個行程係有半日嘅巴黎動物園嘅行程啦。我就同佢哋講話，你哋自己去，跟住差唔多行完嘅時候拖過。我去那裡、接你們，跟住一起再繼續晏晝的行程，因為動物園我又不是說很有興趣，他們就可以四個人 call 一架正常的 Uber， 那過去都其實是20元這樣 call back 的話就要成50元。我其實今早才洗完頭，但是因為實在太熱了，沒辦法披頭散髮這樣，所以擲了個這個 clean bun， 然後用了很多 product 去拱起佢咁樣。同埋我哋去咗呢個巴黎迪士尼啦。巴黎迪士尼其實佢有兩個園區，一個係普通迪士尼，一個係 Walt Studio。因為我哋都即係遇上到啲小朋友，其實可能行動力會好低啊，會行得比較慢，所以我哋淨係買咗一個園區，就係迪士尼即係主要個園區咁樣。但其實我哋去到都發現同香港迪士尼係好似啦。嗰度有嘅嘢香港迪士尼都會有，香港迪士尼有嘅嘢嗰度未必有得曬，譬如話 Elsa 即 Frozen 嘅話咧，喺巴黎迪士尼就係屬於 Walt Studio 嗰區。不過啲小朋友其實好容易滿足，所以即係都叫玩到好開心。不過好熱好熱，好攰好攰，所以我哋淨係玩咗半日就去咗隔離嗰個 Outlet。隔離嗰個 Outlet 係巴黎附近最大嘅 Outlet 啦，叫做 La Vallée， 其實係距離迪士尼一站嘅距離嘅啫。所以如果好似我哋咁樣唔係話要玩到好灼啊，其實我都覺得兩個可以夾埋同一日。你是不是都沒什麼時間拍片啊？這幾兩天我本來想可以vlog低整個過程，但很難。你要la passion？ 你要la passion是 pour madame qui vous fait？ Et voilà le fraise fraise c'est pour moi et le normal et macro。 那我跟你問這個什麼，這個是 lemonade 加 passion fruit， 這個是士多啤梨。好吃是啊。逃避問題，快啲走！住啦，唔好咁近。我個屋企有一個玩具，都係咁樣噶。好似係姑姐買俾你噶。靚唔靚女姑姐？姑姐部相机，人家个相机咁咩？姑姐嘅身材工具。点解呢度有头发嘅？因为呢个系收音，呢个系麦。我呢个啊，诶，就呢个。我食埋佢。呢一排巴黎真系好热，可能我讲出嚟会你哋觉得好小儿科啦，但系最近最高温度32度，对于我哋。長住喺巴黎嘅人嚟講，係一個好難受嘅氣温。可能亦都係因為咁樣，前幾日去迪士尼人好少啦，大家都想避開最熱嘅日子。我依家嘅背脊都真係曬到有啲辣辣痛，所以我尋日就連夜將我衣櫃入邊所有清涼嘅背心啊、夏天嘅裝束拎曬出嚟。呢一條裙今次再著翻，又令到我 realize 我真係都瘦咗幾多。攞翻上一次著呢條裙嘅嗰張相出嚟對比一下，同呢一啲清涼嘅裝束一齊出現嘅咧，就係今次想介紹嘅呢一部超方便嘅脫毛神器 ——Like Air 十雙燈管藍寶石冰點毛筒脫毛儀。喺法國脫毛一般有兩種做法啦，一個就係做 laser， 但係價錢好貴，同埋最緊要係排期排得好耐。如果唔係咧，就會後生仔中意係做 wax 脫毛，但係 wax 我又好怕痛啦，同埋好驚佢係咁扯個皮膚，會引起敏感同埋鬆弛。一部 U-Like 脫毛機係我一位睇
睇咗好多年嘅 YouTuber 兼 medical esthetician 叫做 Cassandra Bankson 介紹嘅，部可以喺屋企體驗到臨床效果嘅脫毛機。Ulike 係一個專注於脫毛領域研究嘅品牌，擁有30多項產品認證同埋290多項嘅技術專利，可以做到1秒4閃嘅脫毛強度，即係話10分鐘左右就可以幫全身脫毛。俾大家睇下我使用咗2個禮拜之後嘅效果，可以明顯感受到啲毛髮比起之前其他嘅脫毛方式生長嘅仲要再慢，生出嚟嗰啲毛毛都越嚟越幼。同埋技術升級之後，喺使用之後30分鐘內，個温度依然可以維持喺負5度之內，淨係 feel 到一啲冰冰涼涼嘅感覺，可以消除燒傷嘅風險，同埋抵消曬所有痛感，係可以長期堅持使用。呢部機器都係市面上第一部同時具有雙燈系統同埋超級脫毛模式嘅強密衝光產品。喺呢兩者結合之下，即係話佢嘅護理面積同埋能量嘅輸出同時增大，一啲瞬間高能釋放嘅頻率係唔會傷害到皮膚嘅表層，所以就算亂亂盡盡嘅人都可以好放心咁樣用，好安全。儀器提供4種模式，可以根據脫毛同埋個人皮膚嘅需求選擇，同埋大家唔使擔心機器會傷害皮膚。因為 Ulike 喺機器入面置入咗一個智能膚色識別嘅皮膚安全監察系統，會根據每一個人膚色唔同去選擇機器入面光嘅強度，只有喺確認咗部機器掂到嘅嗰個皮膚同佢嘅強密衝光係相容嘅時候，部機先至會啟動。所以比起每一次去美容院脫毛又要出出入入，依家用喺美容院做一個部位脫毛嘅價錢，就可以用呢一部機喺屋企隨時隨地幫自己脫毛。依家用我嘅折扣碼，即刻可以獲得800元港紙嘅優惠。仲要买1送5，啲赠品都系价值800元港纸，所以如果有兴趣嘅话就唔好错过啦。Cet arrive-là, c'est juste pour cette galerie, c'est ça ? La grande galerie, c'est ça. Et pour les enfants ? Pour les moins de 26 ans, c'est gratuit. Donc, toi, t'as quel âge, toi ? 27. Du coup, 1, 2, 3 adultes, s'il vous plaît. 3 pour r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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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adultes, c'est... Mais les gars,佢驚佢捉住我，第一次主動捉我。好似啲蛇。呢個先係鯊魚喎。你冇眼睛啊！哦 ，OK OK。黃一隻。Compris ce qu'il a dit？ 唔。Tu vois quoi? Non, je regarde la télé ou bien Netflix.點解你仲興奮過啲小朋友？我係啊，我中意。因為啲動物咧對小朋友真係有魔力啦，係一個我覺得最適合放電嘅地方。所以佢哋琴日去咗動物園之後咧，今日我又帶佢哋嚟呢一個叫做 Grand Galerie de l'Evolution， 喺我之前嘅一個介紹巴黎小眾景點嘅片入邊講過，其實就係有各種動物嘅標本啦、化石啦、模型咁樣。我有 M 八路線啦。用呢個飲㗎？係啊，用碗飲㗎。嚇！唔該。Merci。點解我冇咧？呢個係你㗎。俾我先翻啲嘢出。白色。À partager comme pareil comme tout à l'heure, c'est en deux. Écossaise et la pêcheuse. Une écossaise et une pêcheuse. 小心，有火啊，丽丽。Et voilà. Merci. Oh. 用牛油煎过嘅梨，同埋一个维尼拉雪糕。手好味啊！不過你要試下呢個帶有果醬嘅蒸蛋。嚟交俾我放。你好似有酥啊！你個嘴黑黑。
其實今天本身的行程咧，係一早要去羅浮宮出面影相啦，去羅浮宮對面的杜羅麗公園入邊俾啲小朋友放電，因為那度即係都算一個很大的景點，同埋有一啲小朋友可以玩的設施。但是呢一個行程被打亂了，因為巴黎奧運要申請個通行證先可以去到塞納河兩邊的一啲區域啦。呢兩個即係羅浮宮同杜羅麗公園都屬於呢個區域，然後得我同我阿嫂的通行證申請通過了，我哥哥就沒有通過到。這兩個行程今次就算是沒有了 possibility。 那我們今天去了那個、小朋友喜歡的自然歷史博物館之後，現在就會去附近的盧森堡公園，大概行15分鐘，由餐廳行15分鐘，由博物館直接行過去就大概20分鐘，中間會經過巴黎最大最便宜的一個藥妝店，叫做法米斯蒙。我們剛才都去了買了一些東西，我所說就是同樣的 product， 主要是 BB 那些 product， 在這個、藥妝店會比在香港買同樣 product 便宜成一半有多。佢玩嘅，而家要先。始終啲啊，慢慢好。我都冇耐性等啦，根本就要喺度。Bonjour. Comment ça marche ça en fait? On met dans l'eau. Télécommandé ou non? Non, c'est dévoilé. Ok, d'accord.Et comment on le récupère après ? Il faut juste attendre qu'il touche un bord, qu'il s'approche. Et... Ah, ok. Et avec le bâton, c'est utilisé pour le pousser ? Ouais, le bâton, c'est pour le pousser. Ça marche. Très humble, le yang-zi. C'est très simple. Il te donne un bâton, puis il te donne un bâton pour le pousser, puis tu attends qu'il revienne sur le bord, puis tu vas aller sur le bord et le ramener. Oh, c'est très simple.我想佢中間嗰個噴泉係會有啲動力令到佢翻翻嚟岸邊。我即係佢。Sooner or later。我記得我睇過啲 historical footage， 即係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可能1950年代嘅巴黎嘅影像入邊就已經有鴿，就已經係小朋友咁樣去喺呢一啲公園入邊嘅池塘入邊玩帆船咯。Hello！ 有冇咁咁抑鬱啊？個樣係好抑鬱。咁點解要計分啊？就係有個計，有個計分機制咁樣咯。嚇！所以啲小朋友爭住坐出邊。即係如果唔係我阿嫂阿哥佢哋嚟，我係唔會有呢個資訊可以分享俾你哋。就係原來盧森堡公園入邊係有唔少小朋友可以玩嘅嘢。我哋頭先去一個係有沙灘池同埋水池啦，免費嘅。但我見到有啲法國小朋友著住尿片浸喺個水池入邊，我覺得唔係好乾淨啦。然後我又有旋轉木馬啦。咁啊，依家我哋對出坐嘅係一個好大嘅遊樂場，有嗰啲兩層高嘅上滑梯。不過呢度係要俾錢入去嘅，成人係1元，即係入去陪佢哋玩嗰啲啦。小朋友係3元一日，然後12次是30元，就是買10次就可以送2次，這些應該是給周圍的居民，因為這個公園這個區屬於是巴黎的富人區，有錢人的區，所以我想對於他們來說是一個合理的消費。今次他們的巴黎之旅入面，唯一一個我嫂一早講定話他一定要去的，就是你星期日的巴士底市集那裡吃生蠔。我們剛才去到一間買水產，就是買海鮮的店，它有生蠔非常之便宜，20元24隻，是最大的那隻，即已經是最高級的那隻，但是它是沒有權限去即刻開俾你，你要找到一些攤檔，佢係淨係賣生蠔，佢就可以即刻開俾你，跟住隔離就即刻有得食。这个炸的波波呢叫做法拉菲，是一个冷的
很出名的一個國民美食，因為它其實是一個炸的丸子，但是它裡面所有的成分都是蔬菜，就是他們中東的小朋友不肯吃蔬菜的時候，家人就會拿這個去騙他們吃蔬菜。在馬克區有一個餐廳專門是買這個，每天出面都排非常之長龍，其實我覺得味道都差不多，所以今天有小朋友在這裡，我就跟他們說我可以買一個試試。你看你要哪一隻？要兩盤吧。在这里看动物咯。我冇乜食嘢啊！呢啲系大人先可以食噶。你一只手咁污糟嘅，咪咪？Et avec ça, on vous prend un moyen. Encore né. Du coup, ça sera avec chocolat, caramel. Du coup, le caramel. Alors, ouais, c'est quoi? C'est juste du lait. C'est une pâte de sésame blanc avec des éclats de pistache. Ok, à la voix alors. C'est très gros. C'est très gros.Oui. Okay. Merci.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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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ci.你要好啦，阿拉瓦是我覺得最好吃是原味，它的原味不是叫做原味，它是叫做哈拉瓦，所以原味是一點都不普通，但是很適合再在上面加開心果 toppings。 然後最奇怪我覺得是當和Olive oil 那個，我同樣都覺得很奇怪，但我阿哥阿嫂話好好味，是有一個很香的橄欖香味在入邊，同埋一個百里香的 touch 咁樣。但我覺得我已經過了喜歡試新嘢的一個年紀。整個行程太 pack 了，我真的準備了太多東西給他們。今天是他們來到巴黎之後第一日天光的時候就回到家，說現在巴黎是要晚上十點才開始天黑，所以說我們前兩天都是過了十點幾乎十一點才回到家，對於兩個兩歲半四歲半的小朋友來說其實是很脆，所以今天我們特地早點回來，跟著 Enzo 準備 BBQ 給他們吃。我自己 Lion King， 佢系咪要揾猎物啊？佢系知道你系佢屋企人，佢系我哋庄氏兄弟嘅忙内啊！庄氏兄弟，老妖啊！佢系睇完啦，仲紧唔继续睇啊？要继续睇，你都想继续睇？边个要继续睇？举手。我。OK， 你唔睇啦，敢唔举手？啊！你举咗手，好啦。他们由小个已经是很 power off， 你是一个肥妹，是很讲幼稚园至小学之前都已经是，可不是养得好算白白咯，系啊，但他们又会，因为我又真的很白，所以我肥的时候就真的很肥肥白白，冇咁样冇咁样样见对咗。Thank you.
能剪頭髮咗就係咁係，唔係咯？係啊！